现在我们知道说两毫克的吉隆咖啡粉，它上面写的哈，两毫克吉隆咖啡粉是咖啡含量61.1。2公克吧。啊，sorry， 谢谢你，2公克，对，讲错哈，两公克的话是61.1。好，那需要喝几公克才会到达上限？6530，大概喝多少？喝5杯，大概9公克、10公克才会达到一天的上限啊。好，那现在阿元来量量看，我们这边有多少？2公克有多少？那等一下刚才这两位大姐猜中了，我们就送一小包这个邓里麦丽跑，又有这个量量，是实验过程。不要送啦，对呀，你做实验，你送叫实验不送吧？没有，这不是后悔，这是学校报账本来就教学用的，那这东西怎么回事？就拿这个汤匙哈，2公克。老师讲，邓信和讲，我自己在家里没有量过，所以我试试看2公克到底是多少，我也想知道。我用最大字的一只茶匙，试试看哈，会不会超过？我们把它这样子一茶匙哈，我不晓得有多少。会不会2公克嘛？在4.0，刚刚好。好，所以这一杯这样子是4.0，也就是这边是多少？61.1的两倍，122毫克的咖啡因。大概穿越一下好了。因为好，那大家觉得是多少？做事情要凭良心哈，这样大姐，我们凭良心挂买好不好？我们归零之后，我们试试看说这样子。以一个合理的量，我们大概建议说喝多少？我们就没关系，进口这张都是马上要用的。
差不多两罐，那我打上线啊。雀巢牛咖啡，刚才两位各位看过，哪位看过？好，真的啊，两公克真的比较少，啊，四公克，这四公克也比较少一点。所以知道说雀巢咖啡的话，我们实测哈，后来这段我在家里我们没有练习过，我也不晓得四公克还不够的吗？那像这些东西的话，就知道说他大概喝到九公克多，会超过胃部部一天的建议量。好，那可口可乐的话，其实量很低，其实量很低。对不起，再一次哈，好，对不起，快速结束这一段哈。那乌龙茶其实也很低，那比较担心的是什么？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早上在家里老婆泡了一杯，中午总经理请了一杯，下午那个王老板又请了一杯，哇，一天喝了三杯，喝了七八百都有可能哈。所以大家自己稍微看一下。